我陈夏即将从 AKB48 进 TP 毕业啦！进行下一首歌了。那在下一首歌进行之前呢，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我陈夏即将从 AKB48 进 TP 毕业啦！看着 TP 一路走过来，从零到没有，又到有，觉得。又成为大家的队长，然后一直以来我希望团体能够越来越好，一直都是我的目标。但我看着身旁的成员们就是渐渐的成长，然后成为了很棒的偶像。那我开始思考，就是我觉得机会是非常得来不易的，然后能够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青春也是非常珍贵的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毕业这件事情其实思考了很多，也烦恼了很久。我今天做这个决定呢，就是希望成员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，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勇敢地踏出人生新的一步。我的毕业演唱会呢，会在五月举行，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，然后希望在最后作为偶像的这段时间，就是可以跟大家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你会知道我爱你。